气象局局长郑明典 po 文分享说，这是零下五度的玉山，山峦树木被白雪覆盖，绝美景致，吸引游客上山等雪。合欢山五岭亭游客包紧紧来赏雪，但周日低温水汽没搭配好，只剩山壁上的残雪覆盖。要是想亲眼见证雪花落下，最快周一深夜还有机会。在周一的深夜到周二会有华南云雨区东移，水汽是增多的。那这一段时间呢，刚好礼拜二白天的时候是强冷空气南下，未来一周大致是水汽先来，再来冷空气报道降温。气象局点出时间，周一下半天华南雨区东移，全台都可能下雨。周二白天后水汽慢慢减少，但冷空气接力报道，预估最强的时间点是周三的清晨，到时北台湾低温10到12度，沿海空旷地区下探8度。周一的深夜到周二白天这一段，如果温度跟水汽配合的话，中部以北的山区，如果是中部以北，大概是3000公尺以上。然后如果周二白天的话，因为水汽是比较多的，再加上冷空气已经开始南下，所以周二白天在北台湾2500公尺以上的高山也是有机会。周六之前全台湿冷后再转干冷，民众外出记得要多穿点。八大新闻马赛许坚台北采访报道。吃八位玩八方，锁定八大民生新闻，记得按订阅，开启小铃铛哦。